来看到民间乡公所推广着正当的休闲活动，来宣导着反毒唔通批车，来甲民间青商会来合作举办着奖奖杯三对三的篮球比赛，好介意运动拍球的朋友会当伫咧球场互相来学习。民间奖奖杯已经是举办第16届了，要球友是笑讲，自较早国小组就开始来报名，现在已经是参加社会组了。雷旅车祸团，一个无看人的传球，和队友轻松得分。民间乡长杯三对三篮球赛，吸引将近60队报名参加，大家做伙在球场顶拼技术，嘛看倒一队会当发挥团队合作赢了比赛。是在这个高速公路桥下哈，也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篮球场，希望说呢，借由这样子活动呢，让年轻人更热爱篮球这个运动。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民间青商呢，长期以来都是由他们来举行哦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、青少年其实都是窝在家里打电脑比较多，对。那现在就是可以远离3C产品，然后可以让亲子呢一起走到户外，然后我们一起打球，然后一起带动这个运动的风潮。民间乡长杯篮球赛已经举办第16届，每次拢有真侪爱好拍球的朋友报名参加。朋友互相相招，斗阵组队拍球，享受比赛刺激。某人笑讲，为国小就开始报名参加，如今已经拍到社会组啊。我国中开始参加吧，国大国小吧，现在30了。打比赛比较认真，我们平常打都在玩而已。比较刺激啊，然后有裁判才有那个公平性啊。我们这样打很好，我很开心。就是好，比较，因为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。对。比赛分作国小、国中、女子、高中社会组，希望会当让各年龄层的朋友拢会当做伙参与健康的篮球比赛。那我们也会继续争取更好的一些运动场馆以及运动的空间，让我们的年轻人，让我们喜爱运动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未来都有一个更好的运动的空间。未来咧，总伫甲咱所有议员咧，会继续过来伫议会，佮继续来争取类似像这种场所吼，来提供给我们民间乡一些爱好运动的朋友。民间乡公所参民间国际青年商会，将继续举办各项体育活动，嘛期待明年有更加侪队伍踊跃参赛。大家做伙流汗，嘛借此互相联谊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